局中人超过二人的博弈称为多人博弈，多人博弈的情形相当广泛。多人博弈与二人博弈最大的区别是，在多人博弈中，其中的一部分参与者出于小团体利益的考虑，有可能结成小联盟，这在二人博弈中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三人博弈的研究是多人博弈研究的基础，本讲介绍三人博弈纳什均衡及求解方法，并介绍抗共谋纳什均衡及公共物品供给博弈。